要开的，还收音哦。我们上战场了，你们想聊天聊天吧。开始的，可以啊，没有什么秘密，你们也可以直接讲啊。爆料的。对啊，比如说有些什么不能见人的名字，也可以说出来啊。写好脚本之后到现场发现全部都被我们推翻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很努力的在做那个脚本的修正，我们成为了很入围主持人，所以我们实际的是这一点，就是全部都推翻主谋的脚本。其实我一度认为我们应该入围的是制作人奖因为我们其实我很厉害耶，我们没有参与前置制作的会议，对，但是我们每次开会开了好几天，两三个礼拜我们就来录一期，录的那一期我们在五分钟内就推翻他们所有的内容，就找到游戏的 bug， 然后讨论出新的游戏模式，而且每一次录完那个关卡之后，我们都会说这一关的风格是不是跟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他说哎，对我们设定的真的不是这样完全没有办法预设我们要想什么。可是我觉得啊，我自己在就是入围的时候，我自己心里的感受，我会觉得其实入围这个奖项我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还蛮实际，因为我们每一次，像这七年来，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七年来，我们的节目是没有脚本的哦。我们是真的每一期来录影的时候，我们都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今天来要干什么，要玩什么游戏，我们完全不知道。直到主谋开始讲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才知道游戏规则。然后他讲完了大概两分钟，我们要迅速理解，对，然后吸收完了之后，我们还要想说到底要怎么样玩才好玩。然后我们今天来宾有谁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玩得出这个效果？如果玩不出来，我们就当场打枪他说这个游戏根本不成型嘛。而且你要想哦，他讲完规则，我们五个都听不懂的状况下，来宾怎么办？对。所以我觉得这训练的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在玩游戏这上，这七年我觉得也是一直在训练。我们的领悟力要很快。对，我们要领悟力很快，然后快速的抓到每一个游戏的节奏。主持人，我们是第二次入围。对，因为第一年是节目，然后第二年机接了第二年是主持人，然后这又隔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就三四五六年。对，然后就第七年的时候，主持人又入围。但不管结果怎么样了，我觉得基本上入围就是很好的一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能量，对啊，对啊，因为大家辛苦做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哎，那我们来问一下第一次入围的群群跟花花，对你们的感觉？我就是觉得很珍惜。很珍惜。对。
他不想要，他想要太想要让你入围，开心的吗？他很怕他已经身材超，他不想要那些，因为他经纪人，他觉得很难，他会找。对，那个我还要帮他经纪人原本预想的可能是什么金钟迷你剧集女主角什么哦之类的，是戏剧，戏剧类，戏剧类。结果就对，反正就我疯狂的时候，就回就真的刚好出现你们的节目，然后节目，然后一回来我就。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就一直到工作结束我才理解，哦，就是节目如果是主持人，倒是有点，就是其实都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主持人入围，其实幕后可能真的是最辛苦的，于是他们捧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观众面前看到我们要展现的所有的特质样子。嗯，哇，我那时候入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宣布入围，我完全是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那时候我不在台湾。然后我就收到我经纪人的家人的宣传单，入围感想。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走了，他不会看，我就没理他，我完全没有回。然后后来呢，入围感想，什么啊？入围什么？金钟吗？这样，然后他也就没理我，有没有入围感想？然后后来又说没有入围感想，要干嘛啦？所以是什么？原来制作单位在问说，几点前制作单位要用后面开讲，要检讨。他觉得你应该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完全没有在关注这个事情啊。那你知道我当下在干嘛吗？我当下在喂养。因为那天我刚好没事，所以我就跟我老婆两个人讲说，我们去宜兰的乡下，我们来个农村之旅。然后我就去我们饥饿之城路过，不是有那个喂骆驼啊，然后喂台湾喂那个，对对对，喂我们去找那个水豚啊，然后还喂什么鹿啊那个，然后我们就喂到一半，然后那天老婆就恭喜哦。恭喜什么？还没有理他。我说：喂，恭喜哦！哎，怎么那么多恭喜？我就是过了，他也没有说什么事情。他说：现在这个时间是恭喜什么？然后你会不会看到很多恭喜，然后突然就看妹妹？想说为什么？是该不会？该不会？他有公布什么事情吗？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啊，在这次的入围，我还蛮开心的，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两年。你们两个加入之后，让饥饿游戏真的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气息。因为你们两个加入，我觉得多了一些更欢乐。因为我们三个男生，我们真的相处太多了。那你们的加入就带来一些欢乐。然后你们两个其实的成长，我觉得观众可能也都有看到。每一集播出来，大家都看到你们两个累，你们两个又有更多新的火花。然后你们两个也会努力在节目当中表现得越来越好。对，比如说会故意演两个感情，故意演失恋。你们不要故意演那个女明星在会里面有人设，他们就故意演感情好，演感情好像很好，对，演到让两姐妹在节目当中要一起玩游戏。那他今天也想加入，他插一下，我在你们两个没有看到的时候，他也想加入。不是，我跟你讲说，因为三姐妹，因为我揭穿了他们两个假人设，他们就为了要掩人耳目，希望也把我拉进去。但他们真的越来越进步了，因为以前真的就是我们三个，假设这一关赢了，然后假设那一关刚好是我们三个人都在吃东西，然后他们就真的也就是站在旁边看我们吃东西。但他们现在开始就发现我们在吃东西了，他们就会帮忙补一些货。对啊，不自觉的就知道要去补一些。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慢慢的这种 tempo 是会习惯的？有我们才糟糕吧？没有，你们超级棒的。就是你们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自己尽情做我们自己本身的样子。哦，对，我觉得可以不用管制作。我刚刚想要表达，其实我跟你讲一些乐色话啊，什么我什么天婆都可以啊，管你们的那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入围，真的是蛮感谢你们的提醒跟带领。其实我觉得外景节目尤其实际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就是说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最放松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做自己，你开心的玩，然后你只要越投入，观众其实就想要看你投入出来、呈现出来的临时发生的状况也对，越投入越好。那孟哲还没讲啊，你入围的时候，你是不是跟那个孟哲？没有，我入围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打，我不是打了，我在整理厕所卫浴的用品。
在扫厕所啊？不是，因为我要搬家，然后刚好就整理整理整理到厕所，然后我就再拿一些什么马桶刷什么那些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讯息，所以说恭喜。然后那时候还不是我的经纪人传给我，是别的经纪人刚好看到，然后就是传给我这样。然后我还以为他是在讲他们家的艺人恭喜，我还恭喜回去，我说恭喜恭喜。恭喜我先回他恭喜恭喜之后，我就继续在忙。然后后来是我们公司的人，就是我经纪人在打给我，跟我讲说，哎，我入围。我说啊，入围什么东西？他说节目入围。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主持人奖还是节目奖。然后我说，所以我现在要马上讲感想嘛。可是我拿手上拿着马桶刷，我现在想不出来。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想一下这样子。我后来才知道是我们节目入围。对，因为宣布当天，其实我们各家的经纪人又收到通知说几点前，新闻要截稿了，对，要找那个四点，他们要赶快发那个出去，所以我的经纪人传了三次给我，我没理他，那个有没有感想啊？对啊，我不知道你要找我讲什么感想，我现在没什么感想啊。那我觉得不管怎样，就是中间隔了四年，然后现在又再入围，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肯定。对，就不管是得奖还是放，入围就是一种喜悦，对我们来说。可是对我们喜悦这份喜悦当然我很开心，可是我认为我会把这份喜悦归功给所有的制作单位的人。对，因为说实在的，主持人哦，真的没有一个好的团队，再强的主持人其实都没有办法有好的表现跟好的作用。对，然后因为制作团队他们真的非常用心，然后就想了很多游戏。我真的必须要跟老大家讲哦，就是说也跟评审们，如果你们有看到直播的话，饥饿团队我们每一季不能够有重复的游戏，我们每一季不能有重复的来宾，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想不同的游戏，配上不同的来宾要怎么玩才好玩。哎，那个真的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过头。然后资源又那么的有限。对啊。然后就是在这很有限的资源里，大家又要很努力的去想出最好的东西。对。就还有一个很辛苦。当然你有看其他，但是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最辛苦的是想这些之外，我们还要真的是没有吃东西的。对，真的没有吃东西，大家都会觉得。我觉得到现在七年了，应该全台湾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定是有偷吃东西。因为在饥饿玩游戏真的不是那么灵活的脑袋，所以我觉得很辛苦。但七年我已经习惯了。你们没有生出病吗？就胃痛。对啊，我胃痛。因为我的想要的。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有胃痛？你有胃痛？我常常。你有胃痛？在常常会饿到痛。对，饿到痛。这样子，我女友话说，这关游戏规则是什么？线上有一千人，赶快宣传那个投票游戏奖，人气奖，拉票拉票，最后拉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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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在哪？王子在已经站到奖台了，对吧？王总在那边。本专上面有一篇贴文有一个王子，请大家点进去登录，不知道多久可以投一次票。只能投一次，一个账号，有鉴于去年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把资料填详细，才不会变无效票。哦，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对制作单位来讲，如果他们可以得到人气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啊，节目入围或者主持人基本上都一样。对，因为主持人跟节目基本就是绑在一起，就是绑在一起，谁入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东西。好了，那今年呢，如果呢我们真的有这个得奖的机会的话，我把这个上台机会让给制作人啊。啊，你不是说都一样？对啊，对啊，表示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是不是？对，没问题啊，好不好？我把机会让给你啊。可是我要去走综艺龙，哎，超级总动员那边的。你在嚣张什么？你在嚣张？对，入围很多就对了，入围很多很厉害就对了，跟我们这里比较没关系，都对了。是啦，不是啦。好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开这个直播也是分享大家跟大家分享水，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也要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这个游戏也不会到现在七年。哎，现在一个节目要做七年，很厉害耶。对啊，真的是希望，老实说了，我觉得身为一个艺人，就当然艺人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工作也是为了养活我们各自的自己的家啊。其实每个人养家都很辛苦，这边拿摄影机的主谋，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在养家很辛苦。那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工作除了我们自己要养好家之外，我们也只是希望就在这礼拜天晚上的两个小时，可以帮你们排解掉一整个礼拜。
败、很忧郁或是不快乐的心情，只希望你们这两时看到两个小时看到我们的节目，会感觉到心情好，然后再迎接一个全新的一周。对，我前两天去客家那个客市客博的博览会，就是有歌迷他就是拿信给我，然后呢就是有几封信里面都有写到说，就是很谢谢饥饿游戏的陪伴，他常常就是在学校工作的时候觉得发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周末的时候看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陪他度过这些难事。嗯，对啊，有还很多我们有收到信了，很多生病的朋友，他们其实住在医院也都很长的时间，可是就是一直都期待着每个礼拜天，然后到晚上打开，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五个人这样，然后看到我们在玩游戏，然后他就会暂时忘却掉比如说被治疗的痛啊，然后跟住在医院里面那种郁闷的心情，然后又重新再给他一个能量。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得奖有没有入围都是其次，而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感。没错，好不好 ？OK， 有没有最后新两位？最后要去投票哦，记得投票。然后哥哥爸爸继续投你们的赖账号。谁的哥哥爸爸？就是只要你现在变那个加线上的线上对，然后身边朋友一个账号只能投一次而已。对。对啊。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主谋也很开心啊，主谋是非常开心。露脸哦，那个投票他可以选五个吗？你只要投饥饿就好。哈哈哈哈哈！你投两个吗？就没有用，可能没有用。你希望直接给他投一次。不是啊，这么的坦白啊！你这没有字幕，那就那他的意思，我没有坦白，他的意思是说别人也有机会变多。如果谁你想，如果十万人都按五个，按那五个不就抵消掉了？抵消。那就五个名额全部都十万，那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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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段时间帮我们投票的方式，谢谢。因为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很多的朋友很努力的在帮我们分享，然后再帮我们投票，我们都有看在眼里的啊。那今年当然我们也不晓得结果，可是还是一样，就是请大家就是可以做的就尽量做了。那我们结果如何，我们就还是乐观一点，好不好？对啊。那也谢谢啦哈，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记得要锁定饥饿游戏，谢谢你们的支持。对，今年是七周年，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下去，一直到10、15、20周年，好不好？ Okay.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感谢感谢。